今天可是周末，去不去参加舞会？我不想去，你自己去吧。哎，这舞会可是结识异性的绝好机会啊！你也不要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会生病的。那我去了啊。嗯。春梅啊，你倒是送送你姐姐呀、啊！这么两个大包，她一个人怎么拿得了？可是妈，这一会儿小刘还要搬家具过来呢，我怎么送啊？你这孩子，工作和房子都是你姐姐让给你的。他要走了，你连送都不送。没事的，我拿得了。再说又不是不回来了。那姐，你路上小心点啊。哎，行，走了啊。红梅，把这表带上。妈，我不要，你自己留着用吧。好孩子，带上。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妈结婚的时候买的。你在学校看时间有用，带着吧。妈，去吧。让我走了。喜了？什么事儿？快说！录取通知书。咱公社终于出了大学生了，咱村里自己的大学生。县里派专人送到公社，蒋书记又派我亲自送来的。太好了，建民真的争了口气啊！是啊，太好了。哦，对了，你赶快送到他们家，一定要亲手交到他手里。哎，这您放心，快去。哎。咱家建云就是有能耐，不但给咱们争了气养，也给咱们大队争了光了。哎，这是大喜事儿，你们俩别光顾着哭啊！有点想咱妈咱妈了。咱爸咱妈要在该多好！我妹子姓，咱家祖辈就出来你这么一个人，你是只金凤凰，你不应该带点战，你飞得越高越好。我就是要证明给何志成看。哎，建云，我正准备去你们家找你呢。找我干什么？给你道喜啊！我已经让人去供销社买鞭炮了。等你去上学那天，全大队的人都来给你送行。放鞭炮？啊！巴不得我走吧？你看你这话说的，啊！刚才蒋书记还打来电话，问你的通知书收到没有，还说公社要给你准备床上用品、暖水瓶什么的，以示表彰。让咱们这儿的后生都向你学习，以你为榜样。这些我倒不稀罕，我就是为了争口气，我一定要进城，当大学生，当知识分子，这样我就跟李红梅一样了。
你就不会瞧不起我了。你看你说的，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了？你就是。我还要让你看着，我以后还会干大事呢，你想都想不到的大事。姐，你别这样，我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而且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好啊。以前老想考出去离开这儿，现在真的要走了，反倒有点舍不得了。是啊，毕竟跟着的水土有感情嘛。你现在就是让我走啊，我也舍不得了。我现在才明白志成的心，原来他对李红梅的感情那么深。当了大学生，可还是得不到志成的心。你说，是不是我不管怎么努力，他都不可能喜欢上我？傻丫头，男人啊是不能够逼得太紧的，你逼得越紧，他逃得就越远。女人呢就应该温柔一点，我看呢你的脾气得改一改了，不能够太逞强，没准儿你把脾气改了，他就喜欢上你了呢。脾气是天生的，改得了吗？你以后进了城，这身份地位都变了，说不定啊这心思也变了，再说不定你会遇见更好的呢。不会的，我不是城里人。你看到这个书背上的编码了吗？上面的字母代表这个书是哪一类的，下面的数字呢是按照顺序编排的，便于查找。你按照顺序把书放回原处就可以了。看到我那个笔记本了吗？你那么多笔记本，哪个呀？就是那个红色硬皮的那个。不知道，不见了吗？嗯。哎，红梅，明天下午没课，你陪我烫头发去吧。没时间，我还赶着写实验报告呢，到时候交作业的时候怎么办？你陪我烫头发，我帮你做实验报告。你做的乱七八糟的，我可不敢抄你的。好，你不去是吧？不去我就让你做不成。哎，怎么样？
也把头发烫了，烫头发可好看了。我不烫，不就是钱吗？我借给你，不是钱的事儿，我真的不想烫。我到旁边的书店去看会儿书去啊，你一个人在这等着吧。你别走啊，我一个人多闷呐。没义气。你要看就买回家去看，这是书店又不是图书馆，这些书可都是新的，你弄坏了我卖给谁啊？哦，我买。买这本书。那个多少钱？30块。买不买啊？对不起，我不买了。有病，没钱就别乱翻，翻了半天又不要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李红梅，你等一下。我观察你有一阵子了，怎么了？因为我们两个人总在图书馆遇见啊。我刚才不是故意不买书的，我是钱没带够。我看你看这本书很久了，一定很需要它。咱们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这本书，我把它买下来了，先借给你看吧。先借给我？对，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书看，想看多久都可以。那你不需要这本书啊？我暂时不需要。哦，那谢谢啊。还有，你从哪儿找到的？我找了好几天了。图书馆啊，现在算是物归原主了。你字写的不错。谁呀？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过肯定是我们学校的。我老在图书馆碰到他。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刚才我就为了买这本书，钱没有带够。哎呀，那害得那服务员骂了我一顿。哎，这就是他买的书啊？真高深呢。他说呢，老在图书馆碰到我，所以把这本书借给我看。哦，学习雷锋哈。我看上去好像还挺英俊的哈。哎呀，行啊，看着一头卷儿。快走快走，走走走。哎呀，这么厚的书，考试不知道得有多难呢。多难都没关系，只要让我坐你身边就行了。我看你啊也得认真点了，上学期你学的怎么样啊？到时候分配到医院里去，万一病人问得你下不来台，那才丢脸呢。你呀，不用担心我，毕业以后当不当医生还不知道呢。哎，听说药理学的老师姓张，你们猜猜是男的还是女的？哎呦，别是一个老太太就行，教微生物学的老太太都快把我整疯了。我叫张家俊，这个学期呢，由我来给你们上药理学这门课，希望诸位能够认真听讲，认真学习。也希望各位同学多提意见，谢谢。这是上次那个在新华书店门口借你书的那个人吧？哎呀，我怎么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是够年轻的。你可以跟他套套老关系，那样的话呀，我们期末考试就不愁考不过了。别瞎说，我一直以为他是学生呢，多不好意思啊。这个张老师，我看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刚才他进门的时候我都想问他
你是不是走错了，同学？哎，你们注意他那手没？哎，你看一下，你就是。还没说完呢，你看那一手啊，一看呀就是拿笔拿手术刀的，哪像我呀，满手的老茧。你们这么快就被张老师征服了呀？爹，你别说你没有，我看你是第一个被征服的人。就是啊，丽娜，你今天上课怎么没打瞌睡呀？回头选课代表，你们谁都不许跟我争，听到没有？凭什么呀？就不让你呀、啊、就想找茬跟张老师说话。就是，哎，我们都选李红梅，就是不让你当。你们这是存心气我是不是呀？气死我了。哎，你们看着吧，李红梅才不会跟我争呢，她跟我是最要好的，是不是呀，红梅？嗯，反正啊，我不当这个课代表。哎，听见没有，红梅可是说了她不当。那我们就选一个男同学。讨厌。红梅，嗯，那件事儿你帮我去跟张家俊说说行吗？什么事儿啊？你忘了呀？你别装糊涂了。我真的记不得了，你提个醒儿。就是那课代表的事儿啊。就这事儿啊？你还惦记着呢？红梅，你就帮帮我吧。那我怎么帮你啊？你帮我去跟张家俊说说。我去跟他说？我才不去呢，那别人不知道的话还会以为我在干嘛呢。哎呀，红梅，你就帮我这一次，我终身难忘。哎呀，我是帮不了你。你怎么知道我说话就那么管用？再说了，他凭什么听我的呀？哎呀，课代表又不是什么多大的官，你干嘛非得要当那个呀？你是我好朋友，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当这课代表啊，就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帮不了你。红梅，我可都跟你说了，你得帮我，更不能出卖我，听到没有？我帮不了你，这种事情啊，还是你亲自跟他说比较好。哎呀，我不是不方便说吗？再说了，你跟张家俊熟，你说更方便呀。哎呀，你真不帮我是吗？你是不是也看上张家俊了呀？我没有。我看你就是有。哎呀，我真的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呀？哎，那好吧，我去跟张老师说说，管不管用我可不知道。哎，看，在那儿。哎嘿，张老师。尤丽娜，你们刚才坐在哪儿了？怎么没看见你们啊？啊，我们坐你后面几排。哎，张老师，你也喜欢看喜剧电影啊？哎呀，今天纯属是巧合，我根本不知道要放什么电影。哎，觉得怎么样？我特喜欢看喜剧。哈，喜剧电影是很好看，但是我更喜欢看小花。啊，真的呀？哎，我也特喜欢看，我看了好多遍，看一遍哭一回呢。其实除了电影，我们真的还应该多看一些书，现在很多小说都让看了，一些名著啊，还有一些新发表的小说。李红梅看了很多小说，以后啊我也要多看小说。哎，张老师，你也一定看很多书吧？我就是这两年看了一些自己想看的，以前很多书都不让看的。啊，我要走了，我们家就在前边。哦，哎，张老师，你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别人合住啊？我是一个人住，但是房子小了点，我又堆了很多书，要是再来一个人呢，就得睡在门外了。那你们家是不是像图书馆一样啊？不，不能跟图书馆比，但是我倒有一些图书馆没有的书，随时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哎，那当然要去了。哎，我觉得药理书啊太难了，我肯定好多问题要向您请教的。好，随时欢迎，再见。再见，张老师。瞧你没出息，走了。哎，谢谢。嗯，回来了。回来了。哎，丽娜，今天看什么电影了？怎么这么高兴啊？他呀，高兴的不是看了什么电影，而是和谁看了电影。跟谁啊？不是跟你吗？张老师。其实啊，是散了电影碰到了张老师。哎，他还问了张老师好多问题呢。哎，
你们听着啊，据我最近掌握的可靠情报，张老师啊，出身中医世家，祖上行医超过五代，在本省啊小有名气。他是前几期啊工农兵学院中的佼佼者，毕业之后呢留校任教，知识渊博，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和喜爱，是青年教师的优秀代表，现未婚，连女朋友都没有。我怎么听着像征婚启事一样？是是。哎，错，是我的应婚启事。我现在声明啊，从现在起我正式的追求张老师了，你们可都比我晚啊，得讲究个先后，否则啊我就不客气了。哎，对不起，对不起。你在干什么？啊，你看，这么多年这院子也没什么变化。今天来就是为了春梅结婚的事儿来的。你要干什么？我没有什么。这是我这些年积攒下来800块钱，给春梅办点嫁妆。嫁妆用不着你办，我会给他们准备好的。你像从来没有过这么两个女儿似的，现在也要给她办嫁妆，哼，你不觉得可笑吗？我知道这些年你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我心里也不好过。说实话，这么多年我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我对不起你们儿子，我知道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去弥补。我一听说春梅都要结婚了，我觉得不能这样，总觉得应该为孩子做点什么。你现在心里觉得受煎熬了，想做点事情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告诉你，不可能。我怎么做你才能接受呢？你不觉得晚点了吗？这么些年你都没尽过做父亲的责任。春梅从生下来你就撇下她走了，3岁那年半夜她发高烧出麻疹，我一个人抱着她走了好几里路到医院打针退烧啊，我叫天天不应，差点小命就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啊？12岁那年他又得了急性肾炎，休学在家整整一年，14岁才小学毕业。你那个时候来看过他一眼吗？好在红梅从小到大都不用我操心，他比别的孩子都懂事，6岁就知道帮妹妹去买牛奶，帮助我买菜、做饭、洗衣服。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能过到今天。
我对不住红梅，她还在乡下，我竟让春梅顶替了我进城。春梅结婚，她回来连自己住的地方都没有。妈，我的凉本呢？今天早上急急忙忙的忘了，到了两点才发现。快拿来，一会儿人下班了。这就是我女儿，我能进去跟她说两句话吗？进去吧，快点啊！好，谢谢啊。这钱啊，本来我是交给你妈妈的，可是她怎么都不肯收，让我交给你。你马上就要结婚了，跟小刘，这钱你拿着。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也算是爸爸的一点心意嘛。这钱我不能要。干嘛不要？这是我应该给的。你和我妈的事儿我不懂，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可是如果我拿你的钱，我妈会不高兴的。我不想这样。我知道你跟你姐姐都是你妈妈的乖女儿，我跟你妈妈的事都过去快20年了，人不能总活在回忆当中。我现在的那个年前得了脑溢血，没过两个月就走了。他儿子也从家里头搬出去，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没有什么可挂心的了，只是想着你们姐妹俩，我总想弥补点什么。我不求什么，只想尽点心意，希望你和你的姐姐过得更好。啊，你还上班呢，这钱你收着吧。如果你想来找我，上面有我的地址。你收着吧。结婚那天，你来吧。好，我一定来，一定来。你今天怎么了？心里有事啊？妈，今天爸到我厂里来找我了。哦，前几天我没收他的钱，想不到他又去找你了。妈，你知道吗？爸后来找的那个老婆年前已经死了，是得脑溢血死的。上一节课让你们选课代表，你们选好了吗？我们选尤丽娜。
们选李红梅，选李华梅，李红梅，李红梅，李红梅。我提议让全班同学举手表决。好吧，那选尤丽娜的同学请举手。选李红梅的呢？你们俩每人各一半呢？那就让张老师来投这决定性的一票吧。我选李红梅同学，因为我觉得她学习认真刻苦，我想她一定很乐于为大家服务。好了，我们接着上课。哎，丽娜，丽娜，来，丽娜，吃饭了。李红梅，你别来这一套，猫哭好了假慈悲。你就这么帮我的呀？今天的事情真的很意外，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啊。那好，那你现在就去找张老师，跟他说把课代表让给我。那好吧。哎，李红梅，进来吧，找我妈。啊。什么事儿啊？嗯，就是那个课代表的事儿。嗯，我想我还是不合适，还是让尤丽娜来当吧。原来就是这件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儿。怎么了？你们俩闹矛盾了？嗯。按照我的本意呢，我是不同意的。你下乡的时候做过广播员，有社会工作经验，做课代表为大家服务，这很合适。尤丽娜要是为了这个闹情绪，她很不应该。说小了，她这就是不服从老师的安排；说大了，她是在耍小姐脾气，凡事都要由着她的性子来办。吃不得亏，受不得委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为了班上的安定团结，还是让他当吧。他这是在要挟啊，那就更不能让他当了。反正我不当。李红梅，你等一下。我也不想看到你这么为难。这样吧，你去通知尤丽娜，课代表由她来当。谢谢张老师。赶紧起来把饭吃了。不都说当过知青的人最看不惯别人浪费粮食了吗？你的愿望实现了。真的呀？我还能骗你啊？张家俊也同意了。哎呀，红梅，你真是我的好姐妹，谢谢你啊。行了行了，来，赶紧把饭吃了，不许浪费粮食。张老师家的书太多了，连阁楼上边都放满了，一看就知道是知识分子住的。就是，哎，我觉得呀，学校应该给张老师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对吧？嗯。哎，我看你们都挺关心张老师的嘛。哎，红梅，你是没去过，你要亲眼见了就知道了。哎，你们都说什么呢？什么张老师，张老师的？我最近可是听说咱班的女同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成群结队的到张老师家，一坐还是半天。哎，你们真的有那么多问题要问呐？当然要问那么多问题了。哎，你就没去过吗？
我承认我去过，但是每次都是班里的公事去的。我觉得呀，你们应该成立一个帮助张家俊料理家务的专门服务小组，定期啊上门服务。哎，这倒是啊，张老师是个单身男人，需要人照顾，对吧？哎呀，人家红梅骂你们呢，都没听出来呀？你们刚才听见了吗？我们叫的呀是张老师，人家红梅叫的呀可是张家俊，怎么听怎么亲热。他本来就是叫张家俊，又不是上课时间，连名字都不许叫了。在这100多年间，人们使用这种药物来治疗风湿性疾病，还有解热镇痛。目前全世界每天至少有3000到4000万人在使用这种药物。我国这类药物的生产，出来！你的全世界进了全世界。你有话好好说，这里是学校，咱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找领导。你把刀放下吧，啊！你乱开，这样会出人命。我今天非要跟他通关，你进我！哎呀！大家拦住他，我去保卫科。尤琳娜，张老师受伤了，快把他送到校医务室。好，快去！哎，你怎么搞的？哦，我自己不小心弄的。刚。我是很同情这个女人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真的是很不幸。农村女人啊，一辈子就这么点盼头，丈夫和孩子，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现在丈夫不要她了，你说她能不失去理智吗？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劝解劝解算了，别去惊动保卫科了。咱班的陈胜美真够可恶的，明明不喜欢人家，干嘛还跟人结婚生孩子呀？这男的呢，我们也要理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俩的文化差异那么大，强扭在一起的话也不会幸福的。谁强扭谁了？我看啊，还是他忘恩负义，拿什么文化差异做借口，根本啊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我原来也没想到要找到教室来的，可我在宿舍都等了他3天了，他就是躲着不见我。我这也是逼急了，没办法。幸好还没出大事儿，这要出了大事儿，一旦后悔就晚了。对不起，我把老师给伤了，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老师说了，不把这事情啊报到保卫科去。谢谢。这个挨千刀的，当时上大学之前说的好好的，把我们娘俩接到城里来，结果一走2年了，一封信都没写过。哎，张老师，哎，你的手怎么样了？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老师，这对不住你了，我是个粗人，还请你多担待一点。没关系，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我跟他谈过了，你们再好好谈谈吧，商量一个办法好不好？哎，我以后一定不会再不讲道理了。你千万不要忘记刚才跟我说的话，要有感恩之心，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负责。我知道了，张老师，咱们走吧。张老师，还是你厉害，把他给说服了。我这也是受李红梅的影响啊。做人呢，有的时候一定要有原则，忘恩负义是没有什么借口可以找的。红梅，看看这件怎么样？嗯，挺好的，你穿什么都好看。是我爸托人从厦门给我带回来的，今年最新的款式。
你爸真好。你要喜欢呀，下次也给你带一件。不用了，我的衣服啊已经够穿了。我看你啊，读书都读傻了。哎呀，你看看，跟你一说话，我的实验报告都写错了，有好几个问题我都没办法去解决。哎，正好啊，一会儿我去张家俊了老师那里请教一些问题，要不你跟我一起去，顺便把这问题解决了。嗯，你听，他在吹笛子。你怎么知道是他在吹啊？我看见他家的墙上挂着一个笛子，肯定是他在吹，我有心理感应。什么呀？张老师。张老师，田丽娜，有事吗？